这首歌呢，就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那边没有路灯，外面只有很多小动物的眼睛，是唯一亮光的地方。那是我写的这首《晚安》。And it all goes like this. Ah, 没有听过这种类型的晚安，好像和喜欢人刚散完步，要睡觉，但是心还在砰砰跳那种感觉。他的晚安与众不同。天亮了我就要走，虽然你真的很温柔，我只是害怕把自己搞掉。二一，谢谢。嘉尔跟萧敬腾都给了票，但你没给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听过《晚安》这首歌。为什么呢？就不给了？可能我对富豪期待还蛮高的，而且今天的中文的部分，它的发音咬字的那种特别之处，那个特别让我觉得有一点多。如果它少一点，就是比例把握的少一点的话，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好的特别，但它多了我就觉得多了。不记得喝了多少酒，那句话